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啊！前沿直播的时间已经定了，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8点。从官方给出的这张图，不难看出是与海灯节相关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海灯节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实中的春节。2月1日还有39天就是我们的春节了。原神一个版本42天，这一次的2.4版本就是我们的春节版本。相信大家也是对此期待十足了。上一次的海灯节抛开活动任务不谈，剧情动画过场都做得蛮不错的，并且是首次的3 UP 池。这一次的 UP 池，我猜测是双 UP 池，一个现实 UP 池，再一个单独 UP 池。相信有很多新入坑的小伙伴们没有体验到海灯节的一些活动，比如这个机关奇谭，我认为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小游戏，也是希望这一次这个塔防小游戏能够在大世界常驻吧。关于之前晚上流传的沸沸扬扬的萧甘雨申鹤，还有我们的克勤时装，以及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中老爷子复刻，不过这些消息咱们先放一边，静静等着周日晚上的8点前瞻直播看就够了。我呢也会根据晚上一样，及时给大家整理出2.4版本前沿直播的所有内容，加上300元时的福利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同时今晚也是平安夜哦，祝各位小伙伴们开开心心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。我是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